什么手术？天宇刚刚说的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做流产手术？不是，哎呦，我不是问你，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。 你叫黄维婷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我没有预约，你叫他出来。可是我们这也是预约制。黄维婷，谁知道是谁搞到你女儿的肚子？你拦着我儿子身上，你不是想来插个笔捞钱的吗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姐姐，这位太太，你讲话怎么这么侮辱人呢？谁叫我小姐？我侮辱谁了？你又是哪位啊？啊，你大概还不清楚这对母女什么样的人？让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职业骗子、诈欺惯犯，你要小心了你。 魏婷啊，你要听妈的，我是为你着想。好了，妈，你让我静一静嘛。都一直捏一直捏。你为什么自作主张就把他拿掉？这是我的身体。行，你怎么变这么自私啊？你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就做这种决定？因为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是小孩的爸爸，我有知道的权利吧？要不是你妈来诊所闹，我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知道？ 知道又怎样？我现在只要想到以前的事情，想到这小孩子跟你有关，我就觉得恶心想吐。